是对啦，对 ，OK 啊 ，OK， 好，来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两位呢会呈现给大家呢一首男女合唱的一首歌曲，也是一首张学友的。为什么呢？你给我这些喜欢张学友？不是，是他给我的这个挑战来的。张学友的歌呢，哥哥姐姐都喜欢张学友，他们都很喜欢张学友，对吗？所以呢，我们再接再厉，好不好？用歌声来表示我们的诚意，一首《你最珍贵》，Let's go。来，早上好，美丽的心情，明年这个。世界约在这个地点，记得带着玫瑰，打上领带，系上思念，到情时刻最美，真心的给不累，太多的爱怕醉，没人知道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你知道我爱流泪，未来的人只有你最美，梦再会真一点，我试着在你爱里沉醉，我不撒谎，我愿意将表情的相识相随，你最珍贵。哦，很浪漫，来，老公呢会很妒忌的，真的。来，你们拍手一下好不好？需要一些节奏来的。动情时刻最美，真心的给不累，太多的爱怕醉，没人真爱最美的人也会憔悴，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你知道我爱流泪，未来的日子只剩下这条情路相识相随，你最珍贵，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你知道我爱流泪是眼泪相对，梦最愚蠢一点，太热情了，试着在你爱里沉醉，我不撒腿，我愿与这条情路相识相随，你最珍贵。谢谢。哎，对了，忘了歌词呢，可是无所谓。为什么呢？音乐呢就是这个样子，音乐呢是现场表现来的。如果呢在台上忘掉歌词 ，microphone 呢，突然间没有电呢，我们要怎样？我们要临场发挥呢？我们做 arts 的人呢都是这样子，好不好？那接下来呢，我还是 shut up 一下，坐下来休息好不好？然后呢，给他呈现多两首歌曲的时间，带来给大家多什么两首歌曲的时间？带来一些台湾的歌曲，但是新加坡好像还蛮喜欢的。新加坡很喜欢的，也就是说新加坡的一些台湾流行歌曲，对吗？对。哦，对啊。大家听过邓丽君吗？
有，哎，我也会唱邓丽君的歌曲。真的假的？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？那你的邓丽君的歌曲是什么呢？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哎，对对对。可是呢，除了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呢，还有多一首啊，我觉得呢，在我本身觉得是比较好听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我只在乎你》。可是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唱。我今天刚好就是要唱《我只在乎你》。真的吗？对。我再问一次，你真的要唱《我只在乎你》吗？对啊，这是算命。